们现在要进去，大家不要推挤哦。红毯里面看，超过2000尊的妈祖，妈祖们回娘家，我们要进去一看了，因为前天都是远远的，我们要进去看喽。环绕一下，环绕一下，然后呢，非常的震撼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妈祖，而且是有钞票这样子，好，大家都来一睹风采的感觉。这个是历史的画面，有北港妈祖跟大甲妈祖，然后昨天那个妈祖相机撞坏门了，在同一个窗口。这很难得的画面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宫庙的妈祖的圣母在这里。那你看这边，哇，这个的气场真的很棒，就是你绕过一圈之后就觉得你就是变仙女。哇，通常塞车是因为我们大家看妈祖看得太入迷了，因为大家妈祖都太美。真的很美，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发呆，这样啊，怎么那么漂亮？我们不是故意挡路，太美。看完心情都很好，因为我有一个遗憾，是我今年10月没有办法去梅州祖庙去参加盛典。那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已经完成我的愿望，就是所有的妈祖都在我的面前出现了，然后这个也是一种显化成功，就是也许我没办法去大陆亲临现场，但是我在这个拱天宫这一次的160周年的这个活动看尽了所有的妈祖，我已经很感恩很满足了。然后这个是粉红超好，好在这里哦，晚一点超跑会起驾，就是未来呢有机会还是会回祖庙去看一下，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就现在这个这么多的妈祖之下很圆满耶、yeah。